2023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。我好几天没说话了，为什么没说话呢？是因为我又被禁言七天。禁言七天，所以我就七天没说话。今天怎么说话呢？是不得不说。这个好多问题啊都是连锁的，比如我血压高，血压高除了本身的还跟我不吃药有关。我不吃药是为什么呢？是我药吃没了，我不愿意去看人家脸色去开药。老有个号称铁粉这么关心我，那么关心我，一到拜过年的时候，比如今天国庆，一大堆拜年的好话，但是呢，我有一徒弟穆罕默德，从来不跟我说好话，老是在我饿的时候，给我送一堆包子来，血压一旦高，又不吃血压高的药，情绪就变得巨差，为什么？头昏眼花，看不清东西了。比如我这眼镜儿，我这个眼镜呢是看室内的，我这个眼镜呢是看室外的。这个眼镜特好，玻璃也特好。而且这个脚架就特好，你随便弯啊，它也不折。它也不折。这个眼镜，而且是变色的，我可以到室外去用它。但是呢，他最近出了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焦距不准了，好像是。我带着他就是头晕，我必须用手这么举着他才不头晕。这是一个很新很好的眼镜，大黄鸭子给我配的，但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。我仔细研究半天，是这个眼镜架，它这是直接就是这样的，而这种眼镜架多出两根腿的。多出两根腿的，多出两根脚的啊，就这样的眼镜块，我戴在头上，由于可以调节，它就不头晕。它就不头晕。我特喜欢那种很结实很廉价的眼镜块，这是我以前的眼镜块，你看。特别便宜啊，可能100块钱吧。它怎么窝它都不折。但我现在要把它拆了。为什么拆了呢？我有一个很贵的眼镜，就我说它既变色，它既是变色的又比较轻，这也是大黄鸭子给我配的。这个眼镜，这眼镜呢，但是也有问题了。我老睡觉啊，由于它戴着太舒服，我睡觉也戴在脑袋上，戴着，结果就把它给戴变形了，是吧？我一翻身，所以你看这个，我自己用钳子夹过它好多遍，所以它就变形了。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眼镜，但是出问题了。你说出问题了，出什么问题了？早上我带他去拍一张广告照片，什么广告照片呢？就是这个红酒的照片，这个红酒，这红酒这大瓶子是吧？从里到外都是模仿欧洲旧世界，模仿美洲新世界，现在红酒的瓶子盖都是锯末的，都是铝皮的，这个不是。这是真正的栓皮栎，就是栎木那个树皮做的，正经西班牙的，伊比利亚半岛的，就连瓶塞都是伊比利亚半岛。我自己举着它拍着广告啊，就是这样举着这酒瓶子。这时候突然我觉得头顶上有一个土磕了掉下来了，我就一躲，我这眼镜就掉地上了。结果不是土磕了，是这个眼镜上的一颗螺丝钉掉了。这螺丝钉很小是吧，从我的头上滚过我的脸，对我来说就跟一颗原子弹似的。比如我就在地上找这颗螺丝，
找找找，找完了我在地上扫，找了半天，也没找着这颗螺丝。找不着这螺丝，我就看不见世界，是吧？啊，不管那个红酒是老世界、新世界，我就看不见世界，视力都没了，头昏眼花啊。然后头昏眼花还出了，一头昏眼花，我呢拍这个的手机就掉地上了。我这手机呢是 iPhone 13，啊，也是我一姐姐送我的，舍不得用，结果这个 iPhone 13啪就掉地上了。掉地上，这个平常这照相机啊，不是照相机，是手机，你要把没用的功能都关着，如果都关着，一般摔在地上是不会坏，但是这个功能呢就没关啊，我头昏眼花，它就掉地上了。掉地上现在，哎，这摄像头就坏了。摄像头坏了，说那你怎么刚才把你装逼和那个红酒在一起的还拍下来了？哎，它没全坏。哎，你看这是这个照相机的摄像头，它自拍没坏，它自拍没坏，但是只要一转过去，哎，转过去有的部分坏了，哎，有的部分没坏啊，你看。这儿大概是坏了啊，嘿，昨天功能不是昨天，就刚摔了功能还比现在多呢，现在功能都变少了，就是坏的部分越来越多了，坏的部分越来越多了，我不知道到哪儿修这个，还是华为好，怎么摔都不坏，首先要解决我这眼镜儿，我这眼镜儿没办法啊，我现在这一堆眼镜儿，但是能用的都不在，能用的都没有，我只能拆眼镜儿，拆眼镜儿就把几个眼镜儿凑到一个，我这有个工具，还是大黄鸭子给我的，然后我把相对便宜的、度数也变了的眼镜的螺丝给拆下来，这个就被我拆下来了，拆下来拧到我可以用的眼镜腿上去，你说说蝴蝶的翅膀的效应，就是由于血压高，边上没有药，没药就头晕，头晕就眼镜就不合适，眼镜不合适就一颗螺丝钉就掉了，一颗螺丝钉掉了，连累一个苹果啊，新苹果啪就掉地下了，就把这苹果的摄像头摔坏了，摄像头要摔坏了不知道得修多少钱，苹果是最贵的，所以就简单的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不及时的处理，就会产生蝴蝶效应，就像蝴蝶的翅膀，还没完呢，然后眼睛手机就摔坏了，手机一摔坏，嘿，我平常桌子上好多杯子，平常这是王高要给我最装杯的那个杯子，这杯子就被我的胳膊肘一碰，就掉到地上去了。掉地上，然后这里边装的菊花撒得满地都是，撒得满地都是。这瓶子这儿摔裂了一口子。当杯子是不能了，但是如果说，我把这再还给王高友，他当成一摆件摆在那儿还行哈，是吧？我放个屁，他都觉得好东西。然后我再用马克笔在这上签个字，签在这摔裂了的杯子的边上。
2023年10月1日，蝴蝶的翅膀碎了一杯子，碎了一。